京城是不行了，下农村吧，哦，上乡下。哎，两口子背着家伙，奔大兴，郊区。哎，一进村儿，出了一老太太，你爸爸一瞧，赶紧吧，一弹那弦儿，咣的灵光，咣的灵光，灵光灵光灵灵光，这手都不抬起来了啊。一弹，老太太乐了，呵，可了不得了，来了唱玩意儿的了。哦，两位，你们是唱什么的？老太太，俺们是唱北京大鼓去。这是北京大鼓啊，北京大鼓啊，啊，比我这味儿还切呢啊。这还说的是呢啊，多少钱呢？嗯，也填五毛钱。哦，改五毛了。来吧，来吧。哦，好些年头没听这个了，今儿听听。这村子背景哦，不来作艺的。嗯，就是那年闹大水，水下去来了一会儿耍木偶的。哦，这多少年了？那年我四岁啊。嚯！这可有年头了，快来吧！啊，老太太扁村请客呀，还请人啊，全村都来，来吧，这儿来唱大鼓的了，好听着呢，热心肠，都坐满，牙牙叉叉，全村人都上老太太这儿来了，听吧，先生来吧，开始吧，大伙儿都等着呢，来吧，这支上鼓，绑上指甲，绑好了勺，呵，就别提这勺了，别提这勺，怕他们忘了，你这记着呢，这个。咣的咣的咣的铃咣铃咣铃叮咣的铃咣铃咣铃铃咣，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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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纯粹噪音啊！老太太乐了，好，还捧呢，真卖力气哦，那鼓都敲漏了，嗨，那是敲的吗？来时就那样哈，当的铃当铃当铃叮当，铃当铃叮当，孙悟空大战猪八戒哦，老太太挑大拇哥，好，怎么？给书听，是这段是西游记，对了，孙悟空大战猪八戒，他懂，先生没废话，对，这是高老庄的段子，那一回目就打一回，哎，以后不打了，嘿嘿，保着唐僧西天取经，真明白，来接着唱吧，哦，好先生给书听，没废话，对，猪八戒大战孙悟空，嗯，对，他打他，他能不还手吗？嗨，这连批带讲，这何妖性，孙悟空大战猪八戒，猪八戒大战孙悟空，孙悟空大战猪八戒，猪八戒大战孙悟空，就这两句啊，打上午十点唱到夜里八点半，嚯，满屋子人都走了，是啊，就剩老太太一人抱肩膀看他们俩，嗯，二位歇会儿吧，啊，歇会儿吧，嗯嗯，好，老太太，俺们不累，哦，这我知道你们不累，嗯，你让那猴跟那猪歇会儿，哎，这好嘛，真有能耐呀，嗯，知道一个猴一个猪就敢唱《西游记》呀，啊，这知道两条长虫还不得唱《白蛇传》去？嗨，哪能歇话呀？歇会儿吧，二位。嗯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房是我的。哦，要别人我早走了。哎呦，实在不爱听了。不是我房，我有心点了他，你知道吗？不至于的。恨死我了，你们啊。嗯，歇会儿吧。啊，歇会儿，歇会儿。不唱了。我摘下来了。东西搁这儿。嗯，老太太，咱们那个饭呢？还吃饭？这唱这玩意儿还吃饭呢？那还得吃啊。对得起粮食吗？那边窗台上有俩大饽饽。哦，拿去吧。饼子。这俩饽饽是老太太年轻时候弄的啊，这多少年了，这个没人吃，搁那儿搁着啊，小孩们拿打架玩，好嘛，扔出去把狗砸一跟头，能当锤子使，掉脑子上，多壮的人也能一大口子，那还能吃，拿过来这咬不动啊，啊，找老太太借那锯，锯下来吃，锯开了两口子，汤汤汤汤全吃了，牙口不错啊，老太太有汤吗？好嘛，老太太气得眼泪都快下来了，我也不知你们是心宽的还是没羞没臊啊！唱这玩意儿，你还有汤呢？还得喝水缸，这喝凉水去吧。凉水，大舀子凉水，两口子吃喝，吃饱了，咱们睡在哪个屋里头啊？睡觉那边那屋啊，我那屋，你们那屋啊？哦，老太太刀子嘴豆腐心，心肠软。你别看这么说啊，嗯，炕烧得很热，哎，好好睡。炕这一热，算要了亲命。怎么了？你爸爸、你妈妈躺下就着啊？睡吧，底下热炕。满肚子凉水，棒子面儿，嗯，上面拿热被窝一捂，嗯，底下热炕一腾，嗯，到后半夜这个屁呀，嗨，噔噔，呼噗，呼，噔，可了不。
不得了，嗯，这屋里边都看不见门了啊，至于那么大烟吗？这个我的天爷啊，嗯，真了不起啊，是，这是高科技啊，这什么高科技啊，韭菜屁塞牙那么臭，嗨，窝瓜屁呼口那么臭，嗯，电线屁臭一溜，蛤蟆屁臭一坑，嗯，膛胀的屁出溜出气，出溜出气，药胀的屁不等不等，哎呀，深山老林跑吉普，村子不大有牛叫唤，啊，二分钱羊杂碎，要点赌，水屁还带嘟噜，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这都是哪是屁呀，啊，勾点线就是屎，哎呀嗨，怎么那么恶心呢，这个啊，老太太跟那屋刚睡着，啊，给呛醒了，多大威力呀，啊，这是坐那直纳闷儿，啊，怎么辣眼呢，哎，淹眼睛了都，下来摸了半天找着这门啊，我得找着这屁源在哪儿，好屁源呢，我不能做屁下之鬼啊啊啊，来到这屋一推门，啊，一瞧你爸爸那被窝，啊，呼哨呼哨呼哨，好嘛，顶起来了都，老太太，你瞧这不能过去，啊，这垫着我，这没有垫那个，找了根大竹竿，啊，一挑着被窝，呼，一股子白烟呢，按照烟雾弹那么放的，吓老太太一跳啊，啊，这是狐仙呢，嗨，不至于，过来，起来，起来，啊，起来给我唱，还唱，老太太，啊，那不是不爱听吗？是，再不好听也顶放屁强啊，这。后来啊，别，没有上下本儿，这个这挺可乐，这个什么可乐呀，我喜欢说这个是吧，这胡说八道，这大伙儿爱听就行，啊，观众重如泰山，啊，你说相声的对我的评论我才不往心里去呢，这都真事儿，什么真事儿，双刀李老大不错，这年轻的时候的故事啊，别乐了，于老师不好意思，我都绷着，嗯，你说完了你可不是绷着吗，我越琢磨越可乐呀，哎，我可越琢磨越窝心呢，这个要不你说我什么，你这边来，我这算了吧，啊，他让咱换过来，换过来，我也是想换来了，打小没学过，站那边不会往这边转身，我上那儿等你去咱俩往那边挪挪不就完了吗，相声就是这样，嗯，是吧，这听着好玩，可不什么好玩，还好玩呢，你就得有人付出，你是不是，你我说谁也不合适啊，我说说个我的事吧，啊，也行，啊，说个我的事，哎，这我们过过瘾，嗯，什么时候呢，嗯，哎，还得说你，嗨，就想听他一回难了，这样吧，嗯，今天来的朋友们您算是来着了，嗯，这些日子我们净说那个很正经的相声了，憋坏了我了，就是这么一不正经的人啊，不是，你听相声图的是什么啊，图的是高兴，可不嘛，当然是说寓教于乐啊，嗯，你不得把乐搁在前面吗，对，乐完了，哎，这挺可乐，这以后咱们这不能绑小勺是吧，没有，这就叫教育意义是吗，是不是爱护自己的手是吧，是，他要不剁了他绑勺不绑啊，他年轻时候双刀于老大后来改西餐了吗别提这这还能换叉子你知道，那得把这手再剁了，嗯，弄俩刀跟刀楞似的也行是吧，咱换点别的怎么样不是就说这意思，这些日子内部演出也很多，啊，前两天
就别说是谁了，嗯，给国家领导人演了一场是啊。人家说的好，随便说，咱不能随便说，那就摘点艺术性强的是吧？我今儿回来了，我很高兴啊，见着亲人，我说一个电视台不让播的。我跟你说，刚才那段也不让播，是吧？不是，但是那个拿勺的画面，天天饮食可以播。哎呀，西餐那期行。你别捣乱，你照词儿说，照词儿说。是您先照词儿说一个，我没词儿，没词儿，就说这意思。嗯，说一个，说一可乐的真事儿吧。嗯，好吗？我说完这之后，我再说一个那个特别正经的，是吧？啊，行吗？好好，我先不正经一回。嗯，好多人跟我这品味差不多。嗯，这个说一个于谦的事儿吧，还是没跑了。你看，你看，我给你往回圆一下。真的，于谦的父亲、于谦的母亲都是老实人。哎，这话我爱听。不像咱们刚才，您就别比划了，这就。我怕他们忘了。你不还是加深印象吗？这个，这个是怎么回事呢？因为他父亲那手啊，这别。不还是说这手啊？怎么不提这手了啊？他们老爷子、他母亲呢，都是好人，特别老实。嗯，真是疼儿女跟什么似的。不过对他很严厉，我看。嗯，很严厉。对他那个，对他儿子倒没事儿。那是隔辈人。他两口子也忙，孩子生下来，就搁在这个奶奶那儿给看着。跟着奶奶。打小的时候吧，就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。嗯，也不容易，老两口子给弄这孩子是淘啊。我发现天下这个老人呢、啊，疼接辈人呢、啊，没法说，无私。你看他爸爸管他，哎，这个那个哪有什么毛病？一说瞪着眼说，真着急。嗯，疼那孙子，没挑。那可不，这孩子胡反。嗯，跟家胡反没事儿，老两口看美，怎么折腾都成。多灵啊，还灵，多聪明啊，嗯，多可爱呀、啊，嘿，是吧？爱着孩子，就看着就好。这孩子跟着他父母长大，你想到六岁吧，嗯，还吃奶呢，还没断奶呢，宠的，哦，宠，打小跟奶奶，哎，吃奶，奶奶来来来，吃奶吃奶，奶七十多岁的人老太太，他叫奶奶，他没奶，嗨，这跟名字没什么关系，是不是？有一对联嘛，是吧？小老鼠偷吃热凉粉，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。是啊，他就说这意思，你看哄着宠，宠的厉害，都六岁了，大伙儿劝，街坊小区那老大爷们劝，于奶奶大爷劝，劝就老太太婶子大娘劝啊，你这于奶奶得管了，嗯，六岁了孩子该上学了，哦，再吃奶不像话了，对，老太太说哎知道知道，嗯，一说管不了，不听，老太太这儿炒菜，小孙子张口哎吃奶，你这多讨厌。啊，老太太，哎，好好好好，什么意思？这是孩子掉到后脊梁那儿，哎，这么吃奶，你这宠吗？后来说这不行，你得管他。啊，老太太下决心，是买那个紫药水，啊，药铺那紫药水，龙胆紫啊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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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看看不能吃了啊，嗯，紫药水干嘛到加油站了？是怎么着？您这个。抹紫药水吗？不至于那样。嗯，看见了吗？药，这药水苦的，哼，挂着一望远镜似的。哎呀，嗨，别形容了，这就。孩子开始一会儿，哎呀，吃奶吃奶，你给我洗去。啊，他懂，你怎么办呢？打个水龙头。哎，啊，开始，后来又是这不行，你得管他呀。抹辣椒油，嗯，过来看着，辣椒油，嗯，哼，韭菜花，嗯，芝麻酱，酱豆腐，嗯，孩子哭了，我吃爆肚，呵，这不全想起来了，怎么了？这怎么弄啊？这没办法，买敌敌畏，毒药，买毒药啊，装到揣子里边，外边逮一蜻蜓来，啊，看着看着，啊，啊，噗噗噗，嗯。死了，看着，哭，啊，记了，不吃了，完了，转天出事了，出什么事呢？他爸爸中毒了，去
你们仨人商量好了再说。我唱完以后你们打起来不合适。这个啊，哦，有西征梦怎么着？好，你先说西征梦，他再唱是吧？啊，相声演员呢，说学逗唱四门功课，嗯，都得学，不下功夫这是不行的。对，他刚才说这太平歌词，嗯，说相声都得会太平歌词，哎啊，但是这很多唱段已经都失传了，嗯，眼前留下这些也不多，啊，有这么一段单刀赴会，这都听过吧？这关云长的故事，嗯，刘关张哥仨，对，桃园结义，一个头磕在地下，亲哥们一样，站起来跟唐僧西天取经。什么呀？《红楼梦》有这段。嗨，行了行了，您这书都穿我一块儿了，是吧？嗯，好听啊。啊，东走扶灵，西呀行船卢子敬，摆酒宴约请圣贤，那胆大黄文把书来信呀，信呀这在荆州地关羽的帐前，有关平接书关公看，那朗朗言辞写在了上边，上写着鲁肃敦手拜，拜上了亭后虎驾前，我在江边设摆一小宴，那约请亭后来到了这边，你若是来你是真君子，若不来怎成三国的姜魁元。关云长看罢了冲冲怒，骂了声子子你叫玉谦狗奸贼。还狗奸贼呢？还高腔呢？这后面叫甭高腔，没有我这里头说相声都得会唱这个啊。北京德云社还有一个小曲儿大伙儿都知道，叫大实话，把它奉献给各位啊。说天亲，天也不算亲，天有日月和星辰呐，日月穿梭催人老，带走世上多少的人。说地亲，地也不算亲，地长万物似黄金呐，成名多利有多少载，看罢新坟看旧坟，一要说亲观众们亲。对，嗯，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，啊，曾记得少年间有这么句古话，没有君子不养艺人。昨日里趟风冒雪来到塞北，今日里下江南桃杏争春。我劝诸位酒色财气君莫沾，吃喝嫖赌莫沾身，没事儿呢就把这相声大会进，听两段相声就散散心，抱拳拱手尊列位，愿诸位招财进宝日进斗金。